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在上次课程中，我们介绍如何利用无套利条件来推导出期货契约的评价模式。评价模式包括持有成本理论，也以玉米期货为例，说明持有成本理论如何运用，并说明了如何从事正向买进并持有到期的套利策略。此策略我们俗称正向套利。我们今天要再延续另一个套利策略的一个例子，为反向买进并持有到期的套利策略。然而，我们利用无套利条件来推导出持有成本理论，是基于许多假设，也就是完美市场的假设。但我们检视市场实际状况，由于买卖价差存在，借贷利率不相等，甚至现货市场卖空限制等现象，所以完美市场可能并不存在。故上次课程中所推导出来的持有成本理论有修正的必要。因此，今天教学的目标除了延续套利策略之一的反向买进并持有到期的套利策略之外，主要是还要说明持有成本理论的修正。因此，本讲次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重点，介绍反向买进并持有到期的套利策略。第二个重点，说明持有成本理论的修正。第三个重点，说明预期理论与投机策略的关系。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介绍反向买进并持有到期的套利策略。套利交易策略是指当期货的市场价格偏离了无套利的均衡价格时，交易者借由买低卖高来套取其中的价差。若目前期货价格小于持有成本理论价格时，表示期货价格相对低估，现货价格相对高估，则套利者可使用反向买进并持有到期套利策略。因为期货价格相对低估，所以套利者买进期货，而现货价格相对高估，则套利者在市场上卖出现货。我们来看一个范例，来说明反向套利的套利策略。延续上次课程中玉米期货的例子，这个例子里面说明了八月份的玉米现货价格为每英斗3.6美元，其仓储成本为每月每英斗4.2美分，1美元等于100美分，市场利率为10%，则11月份玉米期货的理论价格为每英斗3.8116美元。这个理论价格在前面的讲次中有算出来。若11月份到期的玉米期货价格为每英斗3.8美元，则套利者可以采取何种策略？此题范例当中，我们也假设不考虑保证金及交易成本。CME 集团就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玉米期货的一口数量为5000英斗。从这题范例当中，我们可知道，目前期货价格为每英斗3.8美元，小于持有成本理论的价格算出来的是每英斗3.8116美元。因此，套利者的套利策略为卖出现货并买进期货。这样的套利策略我们称为反向买进并持有到期的套利策略。所以，套利者目前在现货市场卖出5000英斗的玉米现货，玉米现货收入为玉米现货价格为每英斗3.6美元乘以5000英斗，得到18000美元。也就是说，套利者可以卖出现货18000美元，取得18000美元的资金之后，将此资金存入银行，贷放的资金利率为10%。同时，套利者在期货市场上以
每英镑3.8美元的期货价格买进一口玉米期货，进行所谓的反向买进，并持有到期套利策略。此题也是一样，暂不考虑保证金及交易成本。当卖出5000英镑的玉米现货，有18000美元的现金流入，而使18000美元的资金存入银行为现金流出。所以目前当下的净现金流量为现金流入18000美元减现金流出18000美元，得到的净现金流量为零。3个月之后，当初在现货市场5000英镑的卖现货卖出所节省的仓储费用为5000英镑乘以每月每英镑的仓储费用是4.2美分，那再乘以仓储的月份有3个月，那如果要换成美元的话，记得再除以100，得到的金额是630美元。而当初得到18000美元的资金存入银行，则得到的本金加利息收入为18000美元乘以一加目前的市场利率是10%，再乘以期间的话是3个月，所以市场利率是零利率，要乘以3个月的期间，所以乘以12/3，得到的本金加利息收入为18450美元。而期货市场里面，当初是买进一口玉米期货，那在期货市场进行交割，取得货物并交付玉米，并支付玉米价款，其价款为期货价格3.8美元乘以每口5000英镑，得到19000美元。因此，3个月后的净现金流量为80美元，因为节省的仓储费用630美元可视为现金流入，而收取的贷放的本金加利息为18450美元，可视为现金流入。期货市场进行交割，支付的价款为19000美元，为现金流出，所以节省的仓储费用视为现金流量的630加本金加利息的现金流量为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减掉支付玉米的价款是19000，得到的净利润为80美元，所以此题的套利的利润为80美元。也就是说，反向套利的利润可用持有成本理论价格减掉目前期货价格而简单的获取它的利润金额。如果以数学式来讲的话，持有成本的理论价格为，因为我们是算一口的数量，所以5000英镑乘以现货每一个价格是每英镑价格是3.6，加上仓储费用每月每英镑的话是0.042美元，仓储的月份是三个月，所以乘以3，加上我们俗称的利息，利息的话就是本金乘以利率乘以期间，那本金的话是目前现货价格是3.6美元，乘以市场利率10%，那期间是12/3，因为以年利率来讲的话，换成3个月的话，要乘以12/3，得到的是持有成本理论价格，再扣除期货的19000，得到的利润为80美元。在看完反向套利的例子完之后，我们来进入今天教学的第二个重点，持有成本理论的修正。期货市场上的不完美一般包括交易成本、借贷资金成本不相等、卖空限制及现货藏品储存限制等等。而这些存在不完美市场的因素，都是一种套利成本。当套利成本大于套利利润时，就不会有套利的情形发生。因此，在不完美市场的情况之下，持有成本理论所定义出来的期货价格理论，会是一个上下区间的一个界限。我们将市场的不完美对持有成本理论的影响，将逐一说明。第一个市场不完美因素为交易成本限制，在实际交易当中，投资者必须面临买卖现货及期货的各种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在实际市场中为买卖证券必须缴交的费用，包括手续费、交易税以及买卖价差等。为了方便说明，假设当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时，交易成本占现货成本的比例为 K， 那么持有成本理论公式就可改写为下面的式子。其理论价格会一个上下区间，其它的上限为 S under flat 小 t 乘以一加 C 再乘以一加 K， 而理论价格的下限为 S under flat 小 t 乘以一加 C 再乘以一减 K。 由公式可看出，期货的理论价格不是唯一的价格，而是介于一个无套利区间。当交易成本越高，则无套利区间就越大，期货可能偏离理论价格也就越大。在考虑交易成本后，若是目前的期货价格是在无套利区间之内，则无法从中套利。反之，若落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就可以进行正向或者反向套利。期货契约的市场价格若高于上限，上限的话为 S under alpha 小 t 乘以一加 C 再乘以一减 K， 则投资者就会有正向套利的机会。相对的，期货契约的市场价格若低于下限，下限的话是 S under life 化小 t 乘以一加 C 再乘以一减 K， 则投资者就会有反向套利的机会。为什么交易成本在无套利区间的上限为加项，而下限却为减项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正向套利交易时，其操作策略为买入现货，卖出期货。买入现货付出的代价除了市价之外，尚需支付交易成本，故总成本必须涵盖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为加项。但在反向套利交易时，其操作策略为卖出现货，买入期货。卖出现货可获得收入，取得得款的净收入为市价扣掉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为减项。大家用股票的例子想一想就不难了解，我们买股票时除股价外，还需加上手续费，使手续费即为交易成本。而在卖出股票时，卖价还需扣除交易税和手续费之后，才是真正拿到的钱。因此刚刚的例子里面，下限的交易成本为减项。总之，在考虑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上存在套利机会的情形将相对的变少。接着我们以范例说明考虑交易成本之后，持有成本理论的期货价格如何计算。题目假设资金利率为 10%， 年仓储成本率为 3%， 黄金现货价格为每盎司500美元，年收益率为 1%， 交易成本为 2%， 则一年期的黄金理论价格为多少？首先，先看持有成本理论修正的上限。持有成本包括资金成本率为 10%， 年仓储年成本率为 3%， 持有年收益率为 1%， 因此净持有成本率为 10% 加 3% 减掉 1%， 上限为正向套利交易的价格界限，因此交易成本为加项。所以上限的期货价格为500乘以中括号一加小括号10%加3%减1%小括号中括号，再乘以交易成本，乘的项目为一加2%，得到的上限的理论价格为571.2美元。接着持有成本理论修正的下限，持有成本包括资金年收利率为 10%， 年仓储成本率为 3%， 持有年收益率为 1%， 因此净持有成本率一样为 10% 加 3% 减掉 1%， 而下限为反向套利交易的价格界限，因此
交易成本为减项，所以期货的理论价格下限为500乘以中括号一加10%加3%减1%小括号中括号，再乘以交易成本的减项为一减2%，得到的期货理论价格的下限为548.8美元。因此，每盎司黄金期货理论价格为介于571.2美元与548美元之间。若落于这个区间的话，则没有套利空间。唯有黄金价格，黄金期货价格每盎司的市价比571.2美元高，或者比548.8美元低，投资者才有套利机会。接着我们要谈到的是第二个市场不完美因素，为借贷利率不同的限制。在完美市场当中，所有投资者都可以用一个无风险利率从事借贷。然而在实际市场当中，一般而言，投资者的借款利率都比贷款利率来得高，其差额即为银行所赚取的利差。当同时考虑交易成本与借贷利率不相等因素时，持有成本理论公式就修正为，其理论公式的上限为 S under floor 小 t 乘以一加 C under floor 小 b 再乘以一加 k， 而这边的 C under floor 小 b 的话为借款利率，其理论价格的下限为 S under line 符号小 t 乘以一加C under floor 小 l 再乘以一减 k， 这边的话 C under floor 小 l 为贷放利率，而这边上限因为正向套利的条件，其策略为介入资金买现货，故上限的利率为借款利率。相对的下限为反向套利的条件，其策略为卖出现货，将款项可以贷放出去，因此下限的利率为贷放利率。从公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若目前的期货价格是在公式中的上限及下限之间的话，则属于无套利的区间。若无套利区间的话，则没有套利的空间。因为借款利率会大于贷放利率，所以考虑交易成本与借贷利率不相等之后，无套利的价格区间将更为宽广。也就是说，投资者可以从事套利的机会将相对更少。接着我们以范例来说明考虑交易成本与借贷利率不相等因素时，持有成本理论的期货价格如何计算。延续前面的范例，假设资金的年利率为 10%， 年仓储利率为 3%， 黄金现货价格为每盎司500美元，年收益率为 1%，交易成本为 2%， 借款利率为 12%， 贷款利率为 8%， 则一年期黄金期货的理论价格应该为多少呢？首先，先看持有成本理论修正的上限，上限为正向套利交易的价格界限，因此除了交易成本为加项之外，正向套利的操作策略为买入现货，卖出期货，其中需融资买入现货，因此此利率为借款利率 12%。 所以持有成本包括借款利率 12%， 年仓储成本率 3%， 持有年收益率为 1%， 因此净持有成本率为 12% 加 3% 减掉 1%， 因此理论价格的上限为500乘以中括号一加小括号 12% 加 3% 减掉 1% 小括号中括号，再乘以交易成本一加 2%， 得到的上限的价格为 581.4 美元，单位为美英斗。接着持有成本理论的下限，其下限为反向套利交易的价格界限，因此除了交易成本为减项之外，反向套利的操作策略为买入期货，卖出现货，其中卖出现货的款项可以存入银行，因此这边的利率为贷款利率 8%。 看着持有成本包括资金贷款利率 8%，
年仓储成本率为 3%， 持有年收益率为 1%， 因此净持有成本率为 8% 加 3% 减掉 1%， 所以期货的理论价格的下限为500乘以中括号一加小括号8%加3%减1%小括号中括号再乘以一减2%的交易成本，得到的期货的理论价格下限为539美元，单位为美英斗，因此每盎司黄金期货理论价格为介于581.4及539美元之间。当黄金期货价格介于每盎司539美元与每盎司581.4美元，则没有套利的空间。唯有黄金期货价格每盎司市价比581.4美元高，或比539美元低，投资者才有套利的机会。接着我们要谈到的是第三个市场不完美因素，为卖空限制。在假设完美市场的情况之下，投资者均可无限制的卖空现货，并完全支配卖空全部所得的资金。但在实际市场运作当中，并非所有现货商品都可以卖空，即使可卖空，也不能完全使用卖空所的全部资金。例如，台湾股市规定有些平盘以下不得放空。一般而言，为了防范卖空者违约，往往会扣留一部分的款项作为质押，因此卖空所得到的全部资金不能完全贷放出去。假设法令规定，当投资者卖空现货时，只能动用某一个百分比的卖空收入，其卖空的比例我们假设为小 m。因此，在考虑交易成本、借贷利率不同与卖空限制时，这些因素，持有成本理论公式就改写成下列的公式，其公式为：理论价格的上限为 S under bar 小 t 乘以一加 C under bar 小 b 再乘以一加 k， 而理论价格的下限为 S under bar 小 t 乘以一加小 m 乘以 C underline 符号小 l 再乘以一减 k。 这边的 m 的话是指只能动用某一个百分比的卖空收入，至于其他符号则与前面的定义是相同的。若目前的期货价格是在公式当中的上下无套利区间之内，则没有套利空间。因为上限为正向套利的条件，其策略为介入资金买现货，故上限的利率为借款利率，与前面的公式相同。相对的下限为反向套利的条件，其策略为卖空现货，将款项贷放出去，但当卖空限制时，贷放的比例为小 m， 故下限的贷放比率必须乘以卖空限制的比率。接着我们以范例来说明，如果加入了考虑交易成本、借贷利率不相同与卖空限制这些因素之下，则持有成本理论的期货价格如何计算？同样的，我们延续前面的范例，假设资金年利率为 10%， 年仓储率为 3%， 黄金现货价格为每盎司500美元，年收益率为 1%， 交易成本为 2%， 借款利率为 12%， 贷款利率为 8%。 假设法令规定投资者只能动用 75% 的卖空所得资金，则一年期的黄金理论价格应该为多少呢？首先，先看持有成本理论修正的上限，因为上限与前面的例子相同，就不再重复说明。而下限为反向套利交易的价格界限，因此除了交易成本为减项之外，反向套利的操作策略为买入期货，卖出现货，其中卖出现货的款项可以存入银行，因此利率为贷款利率 8%。但投资者只能动用 75% 的卖空所得资金，所以下限的理论价格为500乘以中括号一加小括号8%乘以0.75再加上
3%减掉1%，小括号、中括号就乘以教育成本，教育成本的话是一减2%，好，得到的期货的理论价格的下限为529.2美元。所以黄金的期货理论价格为每盎司介于581.4及529.2美元中间。唯有黄金的期货价格每盎司比的市价比581.4美元高，或者比529.2美元低，则投资者才会有套利的机会。接着我们要谈到的市场不完美为第四个，第四个为商品储存的限制。在完美市场假设当下，商品是可以无限储存，但有些商品却无法久存，尤其是农产品。因此，期货和现货的价格关系就不适用持有成本理论。例如，在 CME 交易的鸡蛋期货，鸡蛋就无法储存很久。我们再对持有成本模型的适用性加以探讨。一般而言，若标的资产卖空限制越少，以及无明显的季节性生产和消费，而且容易储存，则持有成本理论可以较准确的评价，而且具有上述特质的标的物资产的期货契约。例如，我们常看到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期货，以及外汇期货等等。然而，像活牛或者新鲜的鸡蛋，显然不易储存。对这些不易储存的商品为标的物资产的期货契约，持有成本理论显然无法正确加以评论。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重点：预期理论与投机策略的关系。投机策略是一种执行买低卖高的操作手法，也就是说，投资者在现货市场上并没有持有任何部位，只依据其本身的预期，试图在期货市场赚取因期货价格变动而产生的价差利润。因此，大多数的情况是投资者在契约到期之前就将期货部位平仓，借由买低卖高的价差来获取利润。最常见的投机策略为，当期货价格低于未来现货的预期价格时，投机者预期未来期货价格会上涨，因而买进期货，希望与期货价格上涨时平仓卖出，以获取利润，此称为多头投机。当期货价格高于未来现货的预期价格时，投机者预期未来期货价格会下跌，因而卖出期货，希望与期货价格下跌时平仓买进，以获取利润，此称为空头投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边，谢谢收看。